奥斯巴尔、佐培尔，这两个小家伙为了要见奶奶，自己宁愿当俘虏啊，真伟大，世上这么好的孩子也许还不多呢。快点儿，你们这两个小笨蛋磨蹭什么，还指望有人来救你们吗？别做梦了。哎，你们这两只软弱的小羔羊这会儿心里不好受吧？这样吧，我来给你们吹个口哨怎么样？警官先生正在为我们想办法呢，说不定正用水晶球看我们。真的？那当然。怎么了？嗯，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呀？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？能不能也让我知道一下呀？警官先生一定能找到你，你跑不了，因为他能从……哎呦！你是说邓佩尔摩扎警官吗？这个蠢货笨得像驴一样啊！今天晚上我有蘑菇汤喝了。有办法了，真的，快说说。你们不许再说悄悄话，我最讨厌别人背着我说话。我是说蘑菇也许有毒的，吃了会送命的。你以为我是个睁眼瞎吗？告诉你，这里面绝没有一个毒蘑菇。快走，少啰嗦。巴斯蒂，巴斯蒂，慢点，好样的，巴斯蒂。就是这个地方，好好找一找。该死的大盗贼把两个孩子带到哪儿去了啊！哎，我可得歇一会儿了，只一会儿。这就是大盗贼霍森布罗兹和那两个孩子留下的脚印。他们就在前面。巴斯蒂，快追！哦，帽子！等等我，巴斯蒂，等等我！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可怜的小羔羊，这地方对你们来说一定不陌生吧？哼，跟原来一样破破烂烂的。
不同的指示门上钉了许多木条。啊，这是那个登佩尔摩扎警官干的。不过这难不倒我，现在我要叫你们大吃一惊。哎，没想到吧，我的家还在这儿，只是换了个门儿。是啊，谁也想不到您还住在老地方。哎，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鬼主意啊。好。愣着干什么？请进吧。来了，奶奶，您好吗？霍震布罗兹难为您了吗？老太太，这大半天您可是什么都没干呢。哦，对不起，霍震布罗兹先生，您把我一个人关在这森林深处的小木屋里，黑不溜秋的，心里光是害怕，哪儿还有心思干活？霍震布罗兹先生，您这么做太过分了，您会受到惩罚的。别见怪，老太太，我请您到这儿来是想求您帮我做些家务事，别的也没有什么其他意思。不过这儿一切都是我说了算，如果您肯照我说的做，我敢担保您会平安无事的。哦，现在可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接我回家的。对不起，老太太，让您失望了。卡斯帕尔和佐佩尔不是来接你回家的，他们两个人都要留在这里当我的仆人。哦，来，先带上铁链，然后是擦地板。哎，你。过来。啊，哦哦哦哦哦，蘑菇是被非常锋利的刀子割掉的，这茶还是很新鲜。嗯，这说明霍森布罗兹刚过去不久。嗯，你干得很好，好好干，巴斯蒂，你没有弄错。嗯，巴斯蒂的确是一条出色的好狗啊。我敢说他可以和世上最优秀的警犬比美啊。当然登佩尔摩扎警官也不含糊，不过他们俩有时候配合得很默契，有时候也闹点儿小别扭。你们两个都拿起刷子，不把地板刷得跟新洗的尿布那样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哦，
怜的孩子们。别哭，老太太，干这些活都是他们两个自愿的，不是吗？现在你们三个人不都在一块儿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还是请您把灶台上的蘑菇拿去洗一洗，做一锅鲜汤，再加上点洋葱，啊，那是我最喜欢的。好吧，我来做。绿色森林里有树有油花，没有高密者，也没有警察。我是个大盗贼，什么也不怕。生活多自在，整天乐哈哈。我是个大盗贼。霍尊普鲁兹先生，啊，这些全是可以吃的蘑菇吗？您知道我的眼睛不好使，要是混进了毒蘑菇，我可分不清。放心吧，老太太，我用刀子割下他们的时候，一个一个的都仔细看过了，全是好蘑菇，您尽管做吧。要把这个汤做得浓浓的，鲜鲜的，美美的。哦，我心爱的。多美的曲子啊。老太太，这咖啡沫应该是属于您的。啊，不，我已经另外有一个了。这个您既然这么喜欢，就送给您了。啊，那真太好了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好像已经缺少不了他了。啊，这真叫人高兴啊。卡斯帕尔，你说过你有什么好主意，是吧？是啊，就看咱俩敢不敢干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害怕了？警察，我是个大盗贼，什么也不怕。生活多自在，整天乐哈哈。你，啊，真香啊！蘑菇汤还没做好吗？马上就好。只要再加点胡椒和盐，再加点醋。巴斯蒂，巴斯蒂，巴斯蒂，巴斯蒂！哎，跑到哪儿去了？这叫我怎么找呢？好，蘑菇汤做好了。啊！好香啊！啊，好了，现在就请你们三位到那边去歇会儿吧。啊，味道美极了！这么好的蘑菇汤，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吃到了。记得小时候我母亲曾经给我做过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。唉，想起来真叫人心里不好受啊。唉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如果你不再干这盗贼买卖，那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对，盗贼生活我也真有点过腻了。不过，老太太，今天您又使我吃到了这么好的蘑菇汤，就像上回吃到您的煎腊肠和泡菜一样，多美呀！今天我太高兴了。为什么这么喜欢喝蘑菇汤啊？
要是让我喝蘑菇汤，我宁愿吞下一只破皮鞋。什么什么？左撇儿，你说什么？不喜欢喝蘑菇汤？是的，我一闻到蘑菇味儿就浑身不舒服，脑袋胀，胃要吐，连嗓子都会发痒，真讨厌死人了。嘿，世上竟然有不爱喝蘑菇汤的人，真是怪事儿。我要是硬让你喝的话，怎么？请别这样。奇怪，这孩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照我说的做，喝了它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请啊，请喝汤啊。年轻的先生可不兴摆架子啊。好了，现在该我了，这对我可是一次享受啊。哎呦。不对，你哼哼什么呀？快给我住嘴！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肚子疼死了！快来救救我！哎呦，救命啊！哎呦，孩子，忍着点，哎呦，一会儿就好了啊！我的肚子快要胀开了啊！哎呦，胀开了，要胀开了！天哪，这是吃了毒蘑菇中毒了，他会送命的。哦，可怜的孩子，现在上哪儿去找医生啊？哎呦，中毒！哎呦，好像我肚子也有点不对劲儿啊。蘑菇确实都是好蘑菇，可是左边儿这么一折腾，把我给蒙住了。也正是由于我自己的疑心嘀咕，才发生了后来一连串的倒霉事儿啊！现在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这个呢？有，我知道有一个急救的办法。这儿能不能找几根结实一点的绳子呢？我的肚子！绳子在那儿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老实待着，左佩儿。我们现在要尽量捆着你的肚子，为了不让毒菌撕裂你的肚皮呢，肚子一定要捆紧，不然毒蘑菇会把你的肚皮胀裂的。知道不？那就再捆得紧一点吧。我现在疼得好像小一点了，再给我捆一根吧。好嘞。这，我觉得完全好了，跟没事儿一样。你真走运啊，要是再晚六七秒钟，也许怎么着也没救喽。哦，孩子，你能脱离危险，我多高兴啊。可是我怎么办呢？你们谁也不替我想想，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了？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也喝了毒蘑菇汤了，是整整一锅啊！你们以为我的肚子可以胀裂吗？嘿嘿，这么才好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不，孩子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
请你们一刻也别犹豫了，因为我的肚子好像已经在咕噜咕噜的作响了。好吧。身子要直，老老实实的手放着别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很好，马上就捆。哎，快！一，哎，嘿，要是缠得过紧，请您说话。不不不，没关系，重要的是肚子别裂开了。放心吧，霍尊普鲁兹先生，裂不了的。嘿嘿，哎呀。请您动一下胳膊试试。哎，不行，动不了了。拼命动也不行吗？真的动不了了。嘿，好，现在我宣布猴戏结束。我不明白你们在干些什么。根本就没什么毒蘑菇，那蘑菇汤啊好喝极了，可惜呀、啊、都给大盗贼一个人喝光了。哦，谢天谢地，可你刚才肚子疼的样子真把我吓死了。你们骗了我了，该死的大撒谎家们。我的肚子不会裂开吧？也没有必要捆上绳子吧？怎么都不说话，哑巴了？你们干得真漂亮，聪明的小家伙，我敢担保，要是你们干盗贼准比我强。您这是怎么说话？好啊，你们的恶作剧该结束了，快给我松开绳子，捆得还真够紧的。您就尽管等着吧，我们回家以后让警察来给您解绳子。哼，想得真妙啊，可你们忘了脚上还锁着链子呢。钥匙在我背心的口袋里，我的两只手正捂着它呢。看你们这些傻样，我真好笑得要死。快干！可怜的小傻瓜们，你们要把我这样捆多久啊？快把绳子给我解开。错了，巴斯蒂，你弄错了。别白费劲了，伙计，这个小屋早就被查封了，瞧，门上还钉着木条呢，霍森布罗斯不可能在里面。还不明白吗？我的傻瓜们，给我把绳子解开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放了他吧，孩子们，你们骗了霍森布罗斯先生，这总是不大好。奶奶，这个大盗贼不也是用要称霍尊布鲁兹先生？霍尊布鲁兹先生不也是用欺骗的办法把您给弄到这儿来的吗？是啊，可我们和他不一样，我们是正派人。奶奶，那我们可以和霍尊布鲁兹先生谈判。怎么搞的？你怎么咬人呢？你这是冒犯一位警官，你将为此而后悔的。你们要怎么样我都可以答应，只是快点给我松开绳子。见鬼，捆得也太紧了。那么我们给你解开绳子，你呢就放我们回家。
怎么样？我答应，我答应。放开！有人来了啊！霍尊布鲁兹先生，您得放了我们，这是事先讲定的。没这功夫了，警官来了会放你们的。哎，别让他跑了！哎、快放了我！放开我！别这样！快放开我！要不我要开枪了！住手！我命令所有的人都住手！Basti， 慢着，不能抢在法律前面。警官先生。霍尊布鲁兹先生，我以法律的名义向您宣布，由于您牵涉到一起绑架案，您被拘捕了。现在，请您交出武器。奶奶，奶奶。跟着走，只是不要太累了。我居然会这样，我竟这样。你们看，巴斯蒂也过来咬我。我竟落到了这般情景，当时我真是又气又恨呐、啊。不过，那回呀、啊，幸亏等佩尔摩扎警官来得及时，不然老奶奶还有那两个小家伙可都要吃苦了。